首先我们要来做个实验，回宝宝有没有开心啊？看镜头，我来看，瞬间让你马上变脸哦，脸会涨红。不是我欺负你，是你头发太多了。没有四个月的宝宝，现在头发这么多，你每次洗完澡都得要吹头发，所以你就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开始。没有啦，你看你还在偷看镜头哦。你头发多就是只好要吹啊，不像别的宝宝的擦一擦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好像有地方还没有完全干呢，我是不是再吹一下下，一下下就好了？拜托一下下就好了哈。好了，不吹了。你又在偷看镜头，对不对？你想告状哈？那我们跟镜头说什么？拜拜。